但是我说过，明明，我会永远护着你，此生只对你一个人好，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这么晚了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青渠正在外面等我呢，我就先走一步。你最近好像一直在躲着我。没有啊，我就是想着我们已经不再是兄妹了，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。一守护跟随，身与心，心却难为，念这般滋味，柔软面上飞。那位姑娘，我能送你回家吗？三哥，明日你便要进官场了，凡事都要小心一些。我明白，官场如战场，恐怕日后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如我所愿。我不要你做什么疯牛，我只要你健康平安就好。姨娘，若日后我迫不得已需要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，所有人都不信我了，你会信我吗？当然相信，三哥做什么事情总是有自己的想法的。我听说英国公隔三差五就派一些人过来送东西，还希望你早日回英国公府。他对我是挺好的，可是我有自己的想法，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试一试，闯一闯。但是我说过，姨娘，我会永远护着你，此生只对你一个人好，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也到了。好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此生得一人已不悔，一双眸两分归，共盼望此生双双对。